是说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不是最美的，甚至还是有点丑，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段经历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整个治疗过程是比较痛苦的，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人生当中比较幸福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因为有家人陪伴在身边，然后有家人的照顾体贴和关心，然后让我从这段经历中能够走出来，然后我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记录下来。也不大会做饭，然后生病之后需要营养嘛，然后他就跟着这个手机然后上面去学看别人怎么做，他会安慰我吧，让我不要害怕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共同面对，让我去安心接受治疗。所以我一直会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治疗结束一切都会恢复到跟以前一样，会恢复健康的。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能够感受到对吧，夫妻之间那种不离不弃那种相濡以沫的那种状态，也希望跟我一样的一些同病相怜的姐妹们，然后呢能够正确对待这个疾病，然后呢积极的去治疗，把心态调整好，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病魔。